喊什么？哦，又帅了，谢谢谢谢。站在这个舞台上真的十分的紧张。嗯，其实我们两个真的是相声界的新人。哦，咱还算新人呢，因为我们比较年轻嘛，我刚30，他57，我们两个人就……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谁57呀？您多少岁？我这不到40。我30多岁，他不到40。对了，加起来其实岁数不大，不大。但是今天在座的各位有资历比咱们老的，哎，这有，对不对？有，有倚老卖老的。谁呀？啊？谁呀？说说。咱们俩眼神，一二，走。老村长，老对对对对对，哎，哎呀，差点多了。这个舞台其实人才辈出，是是是，我也看过很多特别棒的演员，对对不对？人家七七都到，七七到，咱们两个今天算是头七，对，咱知道吧？咱俩是死过一回是怎么着？什么叫头七呀？第一期到这个舞台上，就头一回来，对不对？对对对。所以说你先聊着，我先，哎，啊，你先跟大伙儿聊一聊，聊着。我先撤了，哎，您别去，哎哎哎，我太紧张了，别，您过来，您别走，别走，不是你过，你过来，不是您撤干嘛去？你不说相声啊？我回去啊，不是不着急，你演完了再回去呀，你着什么急？家里白菜下来了，这怎么着？不是，啊，你怎么拧了？你不知道我真正的身份吗？不是你什么身份？我，啊，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不用咬耳朵，您说说咱听听，什么身份？嗯，怎么着？博士啊！哎，你瞧，这还漏网的呢，你看着？什么叫漏网？什么？你怎么就博士的我那了吗？咱们这个节目有过博士啊？有啊，之前有过一个夫妻，对不对？对对对。那刚才我看见又有一位博士，确实有学问。我是真正的博士啊！你怎么真正？你学什么？你研究什么？兄弟，我研究中国的文字，中国的文学。文学，什么成语？不，这有什么可研究的？我纳了闷儿。哦，可深了。什么表情？可深了。我问你，你研究过吗？我研究那干嘛呀？我那就好办了。我问你啊，好办。有蒙我是怎么着？有一个字的成语吗？一个字的成语。对，一个字成语没有。完了，什么就完了？完了，我怎么就完了？告诉你，记住了啊。啊，没有。那我怎么就完了呢？那你害怕什么？不是废话，你谁这么问我也害怕呀，啊，这没有一个字的成语。哦，咱们老百姓普遍用的啊，都是四个字的成语。哎，四个字的居多，有很多。咱比如说这个节目《相声有新人》啊，这节目收视长虹。嘿，不是您这能那么这是成语吗？您等什么呢？这可能不是。万人空巷啊，哦，这是精彩绝伦，这好。对不对？人才辈出呢？人才辈出，形容这个节目。是是是。形容你吧。啊，形容我的词儿。形容孙老师的词儿 啊。我的。肥头大耳，膀大腰圆。这差不多。成语吧。啊，成语成语。形容我吧。还有您呢？哎，我这个人。我听的您这词儿。眉清目秀，风度翩翩，不是风流倜傥。您啊，哎，一表人才，行行，气宇轩昂。治国潘安，鹤立鸡群，哎，非常的红。我的天哪！哎，等会儿，太神奇，就自己爱听是怎么着？别动！哎，怎么呢？别动！怎么别动？我天哪！怎么了？这些词儿啊，依然在天空盘旋。哇！甭自个儿夸自个儿啊，不行吗？说点别的好的。好吧，嗯，刚才说的是四个字的成语，嗯，因为四个字的成语太多了，巨多嘛，咱就不一一列举了。那还有几个字的？五个字的成语。哟，这五个字还有成语呢？那当然了，您说说我听听。铁杵磨成针，哎，这是可杀不可辱，可杀不可辱。对了，哦，这也是成语，五个字的成语。那五个字成语，那您说那个什么洞房花烛夜，那也算？当然也算了，那也算。洞房花烛夜，哦，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这都算成语了。你可以呀，啊。不，您这个嘴可以呀，啊，你可以呀，啊，怎么就会？这都谚语吗？每一组都是成语，哦，这单摘出就算成语？那当然了，你看这研究的啊。刚才是五个字的成语，哦，那你六个字的，咱们说六个字的成语。六个字，您说一个。士可杀，不可辱。您等会儿，刚才说的什么来着？可杀不可辱。对，六个字
是加个是就行了。那当然了，你上你查，士可杀不可辱，依然是成语，六个字。人家还是有学问，你尝尝。这是六个字的成语。那还有吗？咱们说七个字的成语，越来越多，顺嘴就流。您瞧瞧这摆上，士可杀，怎么又来了？但不可辱。加个蛋就行了。那当然了，加蛋好吃啊。还有什么？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啊，寸金难买寸光阴呢。大家会不会？那肯定会啊。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黄河不死心呢。这还能唱呢？这还能唱。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啊那个他吧。哎，别我撞了，你别撞南墙了，你快了。不是，你不是说成语怎么唱歌了？七个字的成语。哦，这是七个字。有很多。还有吗？当然了，咱比如说八个字的成语啊。啊，八个字。哎，是可以杀。哎，又来了。也可以辱。这投降了，这是。从了，从了，从了。哎，从了不行那个啊。我相信啊，我说前四个字，大家都能跟我说后四个字。什么意思？我相信大家的智力。不。不用相信大家，大家一定知道你相信我的智力。你说钱我都能给你这样的。你肯定可以。我这智力比你强啊。你来啊，还甭挑动大家，我告诉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公共场合禁止吸烟。往前小步，文明一大步。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此山是我开，此处是我栽。要砸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哇呀呀，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此山是我开。就行了，您这后边都是吗？这个您别胡来行吗？矫情矫情啊，那矫情啊。咱说九个字的成语，您这个感情线转变的还挺快，你看看。您说一说呢？是可怎么又有他呢？是，这孙子到底怎么着了？这是，是啊，你也可以带回家侮辱我，就别挑地儿了，就行了。你这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对不对？这难不住我。嘿，你可以啊！我可以，是我行。好，那咱说十个字的成语。有十个字了，是可以是，你试歇会儿吧，可以了，可以了，体力还不错，这试你看看，是可杀你侮辱我的时候小心一点，你就行了，你都这样还警告人家干嘛？你山上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怎么样？小儿科的，这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露。大江，你等会儿，你弄着，这不是那五个那个吗？俩我不就一时吗？你看这玩意儿真能对付啊！这是十个字的成语，你还好，还有十一个字的成语，十一个字的是可以了，可以了，歇了，歇了，好是死了啊，是死，这打败死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怎么样？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朋友们，这都是十一个字的成语，你看看。哎，咱们再说十二个字的成语。十二个字有什么呀？十二个字当然有了，您说说我听听。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是十二个字的成语。是我说的。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十二个字的成语。您等会儿，岳伦，我研究的。岳伦，您别研究了，就这么神奇。您等会儿，就这么惊悚。别这么惊悚了，我听这怪异了，你各位琢磨过味儿来了吗？十个字的嘛，就是俩五个字的。十二个字的嘛，就是俩六个字的。您这双数的都好说啊，这单数的不灵吧？您直接说十三个字的。十三个字啊，十三个字，十三个六个半吧，这玩意儿。十三个字，你听着啊，十三个字。十三个字。天也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可以杀，是你杀死我的时候我不叫唤，是
是胡来了，你看什么？十三个字没有，没有吧？我跟你说十四个字，十四个字顺嘴就流。您说十四，我们会十四个字的，你会吗？会呀、啊，这俩七个字的吗？我听一听，这多简单啊！这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寸光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不撞南墙不回头，不点黄河不死心呐！你这不好听啊！不好听，你听我的呀！听你的。可能我撞了。在这儿呢，再次要感谢各位观众支持我们这个节目。我们的口号就是：相声有新人，敢想敢发声。之前是敢想，今天是真敢想，因为只有谁敢想，谁更敢发声，才能赢得现场所有观众的投票支持，成为我们第一季相声有新人的年度总冠军。首先，让我们有请刚才两位老师决定的第一组对战相声新人：谢金、李鹤东、张潘、刘全淼。有什么话要对观众说的？现在，我们就是尽量的把这个作品演好吧。今天没有对决，我们就是用这个题材的作品诠释一个相声演员的社会责任。对。那接下来决定出场顺序，我们决定听各的。对，哎，咱们俩来，先来。行，我们先来。可以。张潘、刘全淼，先请入座。决赛的开场就由谢金、李鹤东开始，掌声送给两位。我们这期的作品呢，也是跟这个之前啊有这个网友的质疑啊，把这些个东西的元素啊加在这个段子里了，还是希望就是骂我们呀，再往后看看我们的进步，用自己的努力然后证明一下。我们都是凭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好，谢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哎，上得台来呢，做一下自我介绍。您怎么又介绍？您都录了好几期了，那大伙儿都认识您了。哎，这次介绍跟以前可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好，我是相声有新人，全国四强谢金。我说您能低调点吗？有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哎，稍微的控制一下，收着点。介绍完我呢，嗯，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我的搭档，我相声有新人，全国四强李鹤东。这是一方面，哎，他还承认了。你主要是因为什么呀？我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哦，一路说实在的啊，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今天这期也算行了，最后一期了啊，我也豁出去了，我也不在乎。今天我好好的，我要吐槽一下节目组所有的人，大伙爱听不爱听？剪辑师，你给我出来啊！你给我出来，出来，门儿。你要咬人是吗？第一期节目你怎么给我们剪的啊？我们第一期明明是对口相声，愣让你给剪成群口。怎么群口了？不就咱们俩说的吗？什么咱俩说呀？啊，那交大博士台下面这词儿比咱台上面的词儿还多呀。多一捧哏呢呀，各位。第一期说实在的，我们作品效果上略微的差了一点。是，可是第二期咱俩的作品现场效果怎么样？你给大伙儿说说。那不错呀，我们就盼着这个节目赶紧播出啊！等了一个半月。是啊，各位，一个半月呀！啊，我妈都把我晋级这事儿给忘了啊！
观众朋友能不把我忘了吗？那忘不了，那网上天天有人骂你呢。终于播出了，播出以后呢，骂我的人更多了。哎呀，我跟你说，我真委屈。别乐了，我这是乐吗？啊，我这哭呢。哭什么呀？剪辑师把我的包袱全都剪没了。哎呀，那您也不能怨人家剪辑师，就咱们俩人就应该努力学习，提高业务水平。是你说的对呀、啊，努力那是必须的。是，可是各位，您知道这三个月我是怎么活过来的？您一到上海，节目组就给我关进一所学校，封闭式训练。那为了这个节目演出效果呀，导演24小时啊，监视我们，寸步不离呀、啊。哎呀，宿舍门口拴一条藏獒看着我。哪有藏獒啊？你没看见吗？啊，怎么会呢？那天我跟导演我还聊天呢，我说导演，这最近这天气太热了，热得快炸了，那藏獒直喊呢，开空调啊，你开空调啊。那是藏獒吗？那不晨曦在那背词吗？啊，那是晨曦啊，多新鲜呢，我看的还以为藏獒呢。没听说过藏獒有牙啊。别提这个了，就是我们住那地方，说实在的、太惨了，住的宿舍啊，那宿舍、啊、那床啊没有床垫，光板，我睡在木头板上啊，哎呀，身上盖着白被单子。各位，100多号人呢，身上盖着白被单子。咱住的是宿舍，是停尸房啊。到了半夜12点啊，阴森恐怖啊，伸手不见五指。你诈尸的是吗？你这喊什么呢？我不喊不行啊，硌得我腰疼。哎呀，我身高1米93，那床才1米8呀。嗨，我都伸不开腿啊。我特别羡慕郭老师那个身材。啊，郭老师那身材在那床上啊，翻跟头都没问题。真的，我师傅也没那么矮。我来这节目组啊，实话实说，我瘦了10斤。哟，您怎么瘦那么多呀？吃的不好啊。节目组每天给我吃盒饭。嚯！吃完盒饭还得让我去刷饭盒去。刷它干嘛？我就纳闷了，一次性的饭盒他刷个什么劲呢？嗨，节目组跟我说了，这叫什么呀？环保，这叫废物利用。他们这是利用废物。说谁是废物呢？没废物，没说你，甭急着承认。别说我是废物，我告诉你，说实在的，真不容易。是吃的东西，各位，3个月啊，每天吃同样的一道菜。吃什么呀？西红柿炒西红柿。人家那是西红柿炒鸡蛋。你见过鸡蛋吗？你见过鸡蛋吗？100多号人啊，3个月就放俩鸡蛋。那不如每人发个西红柿，知道吗？你说节目组怎么这么抠啊？哎呀，不光你这么吃这么住，人家其他的工作人员不都这样吗？是这么抠，没事，无所谓啊。我吃住我不挑，是。可是有一点，说实在的，我接受不了。哪点呀？节目组让我们选手啊熬夜录制节目，这经常事儿。让我们熬夜也就算了，让两位召唤师跟着一块儿熬夜。啊，人家都多大岁数了？是张国立先生啊，今年都84岁、哎、太没了、哎、你再看给郭老师熬的啊，给郭老师熬成什么样了？什么样啊？大伙上眼瞧瞧。熬得又黑又矮。那是熬的吗？那不熬我师傅也那样啊。给郭老师熬的眼睛都直了、逮谁冲谁喊啊，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呀、啊。我跟您说啊，这工作人员的比咱们更辛苦。是是是，大家都很辛苦啊啊！等一会儿录完节目，是我拿完冠军、哎，请大伙喝老村长酒。哎，这酒好啊！哎，行，等会儿。您刚才说什么？我请大伙喝老村长酒，这酒好。我说前一句，等录完节目，你别跟我这装糊涂啊！说完这句，你说的什么？刚才？等我拿完冠军。你死不
死啊？我怎么了？你哪儿你就拿冠军呢？我拿冠军怎么了？就台底下坐这些个选手，哪个不比你优秀？谁比我优秀啊？谁呀、啊？人家张潘就比你强。啊、张潘会什么呀？他，啊？张潘除了会下跪，他会什么呀？晋级的时候，德刚我爱你。行行了，这什么呀？这是？哎呀，您起来吧。刘谦没有咬牙切齿的意思。他会什么呀？他那还有陈运泉呢。陈运泉会什么呀、啊？陈运泉除了学各种妇女，他还会什么呀？各种妇女了。晋级的时候拿个牌子，郭德纲，我爱你，郭德纲，你转过来，你看，你看着我，郭德纲，你都瘦了，你要多吃东西呀、啊。哎呀。这叫神马玩意呀、啊！这是、oh. 啊，咱是相声有新人，不是德纲有爱人。你说是不是？哪有这样的？ Oh. 你说郭老师为什么让他们俩进去？因为爱情。我就讨厌以这种手段晋级的演员。您呀，那人家孟鹤堂比你优秀，你不得不承认吧？孟鹤堂比我优秀哪儿了？孟鹤堂比我哪儿优秀了？不是，瞧他那个倒霉模样往那一站，干干巴巴的，麻麻赖赖的，一点都不圆润。胖子，什么玩意儿啊？有点疯了。什么就盘呐？看见什么盘什么呀？我那有两颗榴莲，他盘一个试试去。我炸不死他的，我跟你说。我说您呀，您谦虚点吧。那没有金飞、陈曦这么优秀的演员，前两期保住了整个战队，您早就被淘汰了啊！是是，你要提他们两位啊，我今天我得替金飞、陈曦得好好说两句。哎，他们俩淘汰，说实在挺冤枉的。是，今天啊，我冲这32位媒体评委，哎、我得好好说你们。行行，哎哎，你们说实在的。哎、行了，哎，等等，人家今天给咱们打分，人家我管不了那么多。不是，我告诉你们啊。哎你们在这都干了些什么？行了，金飞、陈曦这么好的演员，你让他们淘汰？你得少说。你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不是，干得漂亮！我请您吃饭啊，回来请您吃饭。我算看明白了，就没有你这么样的人，知道吗？我怎么了？什么玩意儿？您这刚进四强，你了不起了？我没有。那没有咱们战队其他的队员互帮互助。没有台前幕后这么多个工作人员辛苦的付出，咱们俩人能有今天的成绩吗？是你说的是您啊，您别逮谁吐槽谁，您得有感恩之心。是您说的对，我全明白了啊，我回去应该好好的反省，是要一颗感恩的心啊。此时此刻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的心情，那怎么办？用一首歌献给在座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有心人不易，感中一路前行，即使未成名斗志永不停，那些对我的质疑全都变成了动力，推给我自己向你们证明。初次上舞台小心翼翼不自信，坚定不认输的心态闯到底，哦哦哦，台前幕后卖力气，昼夜未眠每段相声回头感有你，显得惊喜，多谢你。掌声送给有谢金、李鹤东组成的全新 Beyond 乐队。他俩真的在舞台上超越了。究竟是什么让谢金就是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三个月哈，
我这个说实在的，确实这个参加这节目对我来说确实是太大的一个飞跃了。因为实话说，打小就是传统相声，对我自己来说尝试的东西太多了，要学的东西也太多了。因为传统确实容易束缚，相声还是与时俱进吧，还是我们就努力学习吧。谢谢大家。那接下来请谢经理何东回到战队就座。交换舞台位置，有请张潘、刘全淼来。努力啊！哎呀，总决赛回到了我们学艺的起点，也是我们两个人认识的地方。在这儿，我们开启了对相声的追求之路。今天我们也回到这儿，找一找我们的初心。嗯，进去看看，看看，变化变样了哈，变化真大。走。这就是工房，对，上课的地方。当年我们就是在这儿上的专业课。嗯，找到小时候当年的影子了吗？明天吃快封奖了，好啊！哎，来来来，张老师，张老师好，辛苦辛苦辛苦，你们好，你们好。嘿，好，好，哎，这家里有电视，电视啊。这次其实我们就可以说是背水一战，其实压力确实挺大的。你们这个心，我觉得是你们制胜的一个法宝。班主任给了我们很多力量，这场决赛对于我们未来的人生道路，它是一个转折点。没错，哪怕是离开天津的话，我们对于这个艺术的追求是没有变的。对，我们也做好准备，从曾经起点的地方，对，再次扬帆起航。对。叔叔这儿有钱，叔叔请你吃好吃的，怎么样？爸爸，干啥呢？什么意思？你信不信我削你？再动，儿子，走。儿子，记住了啊，以后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知道吗？听到了，爸爸。不是，小妹，过来过来。过来，你上来，叫你，叫你，我谁叫他？怎么着？他我看不见，你过来。不是啊，干嘛呀？咱俩说说话呀。谁？我不认识你。你不认，你过来，你不认识我这。谁呀？聊会儿天。谁跟你说话？我不认识你，你干嘛？不是，我刚才看见那是谁呀？怎么拿钱还拍你，还扔你干嘛呢？拿，这不没明白吗？这什么意思？这是要给我投资吗？哎。投资都往脸上投是吗？就是喜欢这种人拿钱砸我。你瞧瞧，你快行行行，不不，你别走啊！咱你们老干嘛？你老跟咱聊会儿，聊什么天？我不认识你，跟你投资对吗？我也有钱，我投资行吗？他不投，我投。你有这想法？对，可以呀、啊。那太好了。投什么？你跟我说说。我们这个是一个公益项目啊。什么公益项目？叫这个儿童梦想万里行。儿童梦想万里行。哎，你比如说那个。不爱学习的孩子，不爱学习，嗯，跟家里闹别扭，嗯，一摔门，咣，我再也不回家了。你还有那马路上喊的那个，我不想回家，我要去迪士尼，我不想回家。哦，我就专门帮孩子完成这种梦想。哦，你带孩子出去玩，跟我走，都跟我走。啊，那你可以，你带孩子去迪士尼，第一，对，啊，我去那地方，那地下都是泥，哎，那可不，地下都是迪士尼，迪士尼，不是你没听、嗯，我说你带孩子坐过山车，过山啊，肯定过山啊，我们就往山里去，哎，坐那个都是过山车，过山，不是，过山都是过山车，我说那是碰碰车，碰车，碰车，那山里多复杂，错车错不好，咣碰车。不是你到底带孩子们去哪儿啊？村里、啊，村里啊！我可爱往这帮老乡家里去了，是吗？特别热情啊！每次我带孩子去，嗯，不管到哪个老乡家里，嗯，都得给我拿个10万8万的。哎呀，不，等会儿，你带孩子去老乡的家里啊？老乡给你10万8万，每回都得给个10万8万的。您这是儿童梦想万里行？呸！
你这就是坑蒙拐骗卖孩子、啊、你这样的人就应该下地狱了。没用。不是，我问问你吧，啊，像你们这平时都在什么地方下手啊？人多的地方。哪的人多呀？超市啊。超市。庙会呀、啊、咱听听吧。市场啊。嗯，反正人多的地方啊，步行街这个地方都是我们下手的目标。那你说人这么多，你拐谁呢？我们现在主要的目标就是爱玩手机的父母。听听啊，他这儿玩游戏吃鸡正跑毒呢。嗯，他们那孩子让我一抱就跑路了。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朋友听见了吗？他说的这些、嗯、咱得注意。现在这帮孩子太聪明了。是吗？所以我们要对这些被拐的目标，嗯，用公式进行严格的推算。打住，你就别糟践我们相声了行吗？光有公式也不行。嗯，你得联系实践。实践，你实践完了以后，你知道哪个孩子可以拐，哪儿的孩子不能拐。那我问问，哪儿的孩子他不能拐？说相声的孩子不能拐。不是，我们说相声的孩子怎么了？太坏。不，我们的孩子都怎么坏了？郭老师那大儿子叫郭麒麟呢。对啊，小的时候这可爱呀、啊、嗯，有一回在学校门口我碰见了。嗯，麒麟，嗯，来来来来来，过来。爸爸呢？嗯，哦，爸爸演出去了。嗯，你看真好。嗯，爸爸老有演出，就是比叔叔强。哎，啊，跟你没有可比性呢都。哎呀，爸爸演出，你跟叔叔走。嗯，叔叔请你吃饭好不好？哦、哎，你叔叔请你吃蒸羊羔、嗯、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十几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粥、酱米酿鸭子、涮、哦、眼睛。我这儿还没背完呢啊！郭麒麟冲着我，去你的吧，别挨骂了。这大事大馅的，他跑了。嗯，这孩子给我气的，你不让我拐你也就完了。嗯，跑我包袱。你让一小孩给刨了包袱了，你谁教给你的？嗯。你说这么多行业，你为什么非得干这个？我就得干这个。为什么？我有天赋。你有天赋？哎，有什么天赋啊？俩手指头一边长哦、嗯，我这个不几百年出一个，给我看看，我天赋太好了，天生一柄，来，咱不怕这，来，哎哎，你给我解解，跟我，哎，别弄，跟我走，我跟你哪儿去？公安局啊，不是你不说相声的吗？那不业余爱好吗？专业呢？打拐的，走。这次监狱普法演出，你为什么演这个节目？我想赎罪。我是一个人贩子，我就是想告诉像我一样的人贩子，收手吧，这是一条丧尽天良的不归路。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到应该讲大又是不好拿捏的这么一个题材？有很多同行也跟我们说过，别碰这个题材，你这个你人贩子在台上说可乐了可恨，你这人贩子在台上说不可乐，你这个相声没包袱，怎么他也是相声。但是我们觉得哪怕有一个父母看到这个相声我们就值了。对，我们在最终的投票之前也请出我们开场表演的谢金李鹤东登台。今天的投票其实有三部分组成，335位现场观众评审，31位媒体老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现场的32位返场选手以及岳云鹏、孙越两位嘉宾老师。投票通道即将开启，支持郭德纲老师战队张潘刘全淼的请按1号键，支持国立老师战队谢金李鹤东的请按2号键。投票通道开启。
向冠军再次迈进一步。来来，辛苦辛苦辛苦，哎，走。同样，我们也要掌声恭喜我们第一季相声有新人的全国四强张宽、刘全淼。最后就是现在的这个状况，我们还会做这个作品，还会选这个作品，依然不会改变，因为总要有人去做。对，你总要必须得有人去做。不管未来我们的舞台在哪里，但是张宽、刘全淼一定会秉承着我们自己的内心，说我们认为的那段好相声。对张宽、刘全淼来说，有这个收获比拿冠军还值。但是对已经是德云社的成员谢金、李鹤东来说，现在他们俩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让我们掌声再次祝福谢金、李鹤东，祝你们好运。第一轮对决，张国立老师战队胜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轮对决的两组相声新人，孟鹤堂、周九良、陈应泉、侯振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俩一上来哈，就是下面的同行笑得都不行了，可能是没见过应泉哥穿大褂吧。是是，因为确实呢，现在穿大褂穿的少，都是原来今非晨曦我们在剧场的时候有那么些日子穿过大褂，可能还是确实有点看不习惯。有几年没有穿大褂了？也没几年，就不经常穿，所以让大伙看着有点业余，所以他们就笑。有点那意思。穿大褂还有业余的？是是。那是不是在决赛的时候穿着绿色大褂的显得专业呢？我们是叶绿，郑克南。啊，叶绿，青春朝气啊，对吗？我师傅穿的豹纹多好看，那叫金丝蟒纹哈。那有请两组选手派出一位代表，剪刀石头布决定出场顺序。好，好，你们派谁？行，咱哥俩来。那个哥，咱就按咱商量好的那么来。没问题啊，蔡丁康。我赢了，赢了！哎，之前就商量好的，是没商量，商量上哪商量？玩笑呢？紧张不紧张？紧张紧张紧张！我们先来，他们再演。好，好，让我们掌声请孟鹤堂、周九良回到战队准备。好嘞，好，谢谢哥，谢谢哥。谢谢，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伙儿。到今天这份上，哎，相声有新人是四强排位赛啊。我实话实说，怎么样？第一不紧张哦，第二不害怕，呵，第三没遗憾。哦，没遗憾，没遗憾。但是你听我说啊，啊，到今天这份上，嗯，你是没遗憾，你呢？我这遗憾大了去了。有遗憾？当然有遗憾了。我明白了。明白什么了？啊，我知道啊。我这遗憾你知道？我当然。什么遗憾？喜欢姬天宇。我跟大伙说啊，侯振鹏是我们所有相声演员里边干嘛呀？对，嘿，你不是，你是到现在还乐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那喜欢正常。哎，就一见着姬天宇啊，啊，就发抖。哎呀，好嘛，照你这样，非死在身上我是吧？就是没有这，不这样，对不对？喜欢人家对不对吧？再说大伙儿都知道姬天宇跟谁一场，跟刘哲一场，我喜欢他，我进得去那门吗？我啊，对不对？不是这遗憾，不是这遗憾，我就这点遗憾是吗？什么遗憾？你说，你说。我这遗憾就是走到今天啊，你在外头，哎，说学逗唱都展示了，演完了，我这还没露脸呢。这是屁股，哎，这怎么说话呢？那不完了吗？机器给着你露脸呀，啊。我说我还没展示呢，你展示啊？我没展示呢，哦，哎。下一期，下一期啊，今儿最后一期了，最后一期，下一季，下一季，明年八月份再上那学校。嗨，我们来了，这是我搭档宋启宇，哎，没见过，哎，来了。好，我挑这位跟我都不是一套，我挑他下一季展示，我干嘛下一季呀，啊？什么时候啊？那就今天这机会，冠军争夺赛，我展示展示啊。依着你那意思啊，我表演逗回哏呢。你逗哏？对呀，今儿排位赛啊，本来四个人是你逗完哏第67，你说你图什么？
拢共四组，能排到67位吗？那怎么着？怎么着？我四组人第几？我第四啊。第四，这是最后一名。第四也不行啊！咱我斗完个第一名，倒数第一名。你什么意思呀？啊，冷嘲热讽？没热讽啊！我告诉你，我早看不惯你了，知道吗？说说说。节目弄到现在了，你看你什么样，我什么样？我什么样？你这粉丝也增加了啊，知名度也提高了。有前两天那个媒体那记者怎么说的？媒体朋友都在这儿 这新闻说了，怎么说？相声有新人，听听陈印泉等杀进决赛。我忙活半天，我落一等是吗？我掉井里了，怎么着啊？媒体这么写的，就这么说的呀。写的太好了，你太缺写对了，你太损了。突出主体就是我逗哏，写我是对的，等哎呀，忽略你无所谓。凭什么呀？这两个人在，我得展示我逗回哏怎么了？你逗哏别，你别逗哏啊！就这捧哏你都不灵啊！这么些捧哏里边你也数不上啊！我怎么不行？哪儿不行？咱就说捧哏演员小妹儿这搭档叫什么呀？周九良。是是，人家九良上回那节目多有突破，抱着三弦唱单弦，当个里个里个当个里个当里个当当啷当滴当啷滴当滴当当里当里当里当当当里当当里个当。怎么了这个？就这段啊！我不要求你能像他一样弹下来唱下来。我不会弹这个呀。拿嘴蹬，能蹬吗？完了吧，拿嘴把这曲儿哼下来。就按你这么蹬啊！你来，这有什么难的呀？噔个里个里个啷噔里个啷里个噔噔，干嘛呀你？完了吧？怎么了？知道相声行话这叫什么吗？什么呀？他没有啊，连这拿嘴噔都没有。您我不喜欢听弹三弦，不喜欢这罢了啊。陈曦好不好？陈曦好啊。不好？谁说不好？说好呢，那不是？你说不到底好什么儿？好不？陈曦好。好啊。嗯，就是好啊。是是，我就佩服人家陈曦。捧节目大伙儿不知道能到什么份上，就这节目啊不够10分，陈曦捧完了15分，这叫功力。是怎么了？哪段咱来来，要不哪段来吧，正常按你的方式捧哏啊。今儿啊我们家热得快炸了，开空调完了吧。那可不就这个吗？日本船满完全凉，哪儿那么些俏皮话啊。哎，那你怎么，你说怎么来？你来第，我给你来这句，陈曦得看好了，就这段是吧。陈全，今儿我们家热得快炸了，开空调，把空调开开，兄弟，把空调开开，叮咚开，开空调。刚才谢金说那藏獒就是你，知道吗？啊，不是陈曦，我就说好不好？这我觉得都一样，各有千秋，知道吗？啊，你要怎么着？今天我跟你说，我要逗回哏。别老说捧哏，我要逗哏比你强。行行行，今儿啊，这么办，让贤您来。当然了，对对，这有什么呀？啊，来来，我今儿逗回哏，但我问你一句啊，我问你，你会捧哏吗？不会。不会，你骄傲什么呀？我会模仿啊。您愿意让谁捧，咱请来谁给您量，不完了吗？我也别愿意，拿你这个拿手的行不行？拿手啊，行，我找找感觉。那我逗回哏，各位您给我鼓鼓掌怎么样？谢谢您。今儿啊，我给您说段相声。开开，把空调开开，兄弟，开空调。哎呀，兄弟，妈呢？干嘛没打针是怎么着啊？怎么了？怎么了？哪儿有空调的事儿啊？我没热得快炸了，开始。喜欢谁学谁嘛。那这不行，这个、这不行。没有这空调的事儿，不能热得快炸了。哦、是不是？您会这么着，你别来晨曦了，让晨曦我瘆得慌，知道吧？哎，你刚才这稳稳当当，周九良，九良行吗？周九良啊，来一回。这干嘛？干嘛呢？干嘛？啊、周干嘛呢？干嘛？这卷发呀，卷发呀，这卷发别台上跟点刀啊，台下刀好了再上来。这镜头你来吧，来行不行、啊？九良啊，九良，今儿啊，我跟您说段相声。我跟您说啊，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咱呀、啊，学人别学那毛病，知道吗？好好，不是毛病，学点那才艺，人家会什么你来什么，对不对呀、啊？才艺，才艺，才艺。好，再说之前也没说有没有这个，知道吗？是我这是。今儿啊，我给您说段相声，这个相声演员呀是四门功课，说慢，说学逗唱，这个说学逗。也你
你先唱干净了得了，要不然干嘛呢？啊，我给你捧成这样了吗？我唱了吗？这也不行。当然不行了。你想，你捧给演员，你没见，你看，你看着我就、哦、看着看着我，哎，看着我，像谁？这李鹤东，李鹤东台上看着那种。哎呀，要不你骂出来得了。不，我没有那。李鹤东是站在台上的观众啊。啊，我没说这 上台来就看着人家。不是，我那意思就是人家看着他捧哏的方式稳稳当当，行不 行你看着我就行了。罢聊、哎、罢聊、嗯、跟这人合作太费劲，我跟你说，今儿啊我给您说段相声，这个你干嘛呢你、啊、看着你呢。你看你蹲下干嘛呀？谢金他高啊、哎、那身高这差距，我告诉你、啊、你要这么说呀，这相声说不下去了啊。两个人在台上得互相尊重，你知道吗？说你就是陈全，你尊重点我，别的忙你别帮，我就明白了。你啊，你必须得尊重，互相尊重点，起码的，懂不懂？尊重啊，想好尊重啊，放心吧、嗯、对不起各位啊，今儿啊我给您说段相声。您辛苦。相声演员呢上来了呗。四门功课，这节目不错啊。说学逗，王万岁万岁万万岁，真棒。是是是，棒是棒啊、哎、您找错皇上了，皇上在那儿呢，知道吗？啊，就我要皇上我给你斩立决了，现在我就不是，你不让我尊重我都给你跪下了。尊重叫武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呀、啊、这不叫尊重。我告诉你啊，陈全要这么表演，咱俩吊个我给你捧哏，你照样逗不乐观众。我告诉你啊，优秀的逗哏演员不受外界干扰，您随便折腾，随便，有我在一切皆有可能。那咱试试、啊、来来，嗯，还皆有可能、嗯、来吧。甭起范儿，知道吗？逗不乐来，干你什么叫干专业。哎哎哎，呵，注意这嗓音，随便塑造啊。今儿啊我给大伙儿说段相声，没人爱听。我的相声啊风趣幽默，没人乐。我长得英俊潇洒，确实有点傻。我的朋友非常的多，都是监狱认识的。再跟大伙儿说个特大喜讯啊，前两天呢娶媳妇了，男的。男的像话吗？哎，真的，你要说羡慕、哎哎、你就表达出来、啊、缺什么少什么给你添。娶一男媳妇儿我羡慕什么呀？我羡慕，我觉得你有点羡慕我，就是哎呀台上光彩夺目，心里不平衡。没羡慕、啊、您不水平高吗？接着演，明白没有？ 你说吧、啊、好好捧哏 是是是、啊、我媳妇儿啊怀孕了。我的。你的。捧哏吗？捧哏吗？怎么了？捧哏呀啊都没明白精髓，我多说两句啊。是是，现在这捧哏啊呀折腾，哎呦，有什么用？不对，你不喜欢这折腾吗？开空调，你不喜欢这个吗？错了，那是人家的艺术风格。哦，搁咱们哥俩这儿，我这么闹腾啊，张老师都说、嗯、要注意呼吸感，稳稳当当的。那您说我怎么办？我听你的。老先生啊，咱说像老先生多少位、哎、捧哏，嗯啊，这是就一个字、哦、对不对？是吗？嗯，哎呦呵，啊，呵，哎。就这个，您给我说说，这哪位老先生这样啊？你别这哪位这样？就是一个字儿，您就说一个字，一个字。行行行，一个字来吧啊，一个字啊，一个字。嗯，今儿啊，我给大伙儿说段相声。呸！我的相声呸！我长得呸！反正您说什么就呸，我等着你说吧。干嘛呀？啊，你们水平高吗？惭愧呀、啊！有货，寒碜！哎呦，搭档之间不过玩笑，说你两句往心里去了，干嘛呀？决赛咱就不是，咱不得奖，华丽落幕，稳稳当当的，让人家别挑咱毛病，不完了吗？但是你那玩笑是玩笑吗？我就跟你逗着玩，你说上台来逗逗，让你放松，什么往心里去？你真……你这话说太损了，知道吗？我说什么呀？你说哪就这不如那不行吧？这好那好，就我不好？那你就当真呐？那不当真怎么着啊？三十郎当岁人，你自己就没点自己的想法、啊、什么意思呀？你平心而论，觉得自己行不行、啊、什么行？好不好？你自己我觉得还行。那不就完了吗？我觉得行就行，干嘛非把外人的话都当心里话呀？对不对？我觉得你这么想啊，说相声这么多年啊，没你嗯我到得了四强吗？
跟我有关系？那当然了，说相声这路这么宽，嗯，是不是咱哥俩一块儿趟的？你这话没错。大小演出有哪一场不是咱们俩去？那当然了，好了共好。哎，说不行，共同是在那儿让人家侮辱。这都参加了什么演出啊？洗浴那场我没去，知道吗？还侮辱我？讲这道理，你讲是我们，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好受多了。我还跟你这么说啊，仔细翻看，哎，捧哏演员里边挑不出来毛病的，就您，真的，就我，哎，这么捧您几句啊？哎，可都不是假话，是吗？您，乱石之中，一颗美玉。我乱草之中一颗灵芝，那你捧了；乱蹦之中一粒珍珠，不敢当。美酒的典范，老村长酒啊！我呀，那我这水平太高了也，非常高。这就是我，这就是您。那太好了，好吗？好极了。这么办，哎，为了给您消气儿，一会儿啊，咱们输得不那么惨，没关系啊。怎么样？做几句诗，还有诗，最后都送给你，都说我，哎，就让你高兴。那我听听吧，就让你开心，好好好。这做事就张嘴就来啊！听好了，朕捧捧哏，顶呱呱，这水平不怎么高，有感而发，这不怎么高，这水平。二一句，我听二一句，二一句，这是四一句，二一句，二一句。朕捧捧哏顶呱呱，哎，相声业内一奇葩。我怎么成奇葩了？就说您跟别人不一样，好啊，我独树一帜。哎，哦，人送外号。吉娃娃，哎啊，什么意思？这是说你可爱呀？哦，说我可爱，哎，给根骨头就回家。哎，去你的吧！真的精彩，因为现场可以说是笑声不断。这次穿大褂，哎，然后访学，再也不想做了。为什么就是这么跟自己过不去？这个舞台上呢？访学类的节目呢，自己做的够多了，我觉得我应该变一变。郭老师呢几次台下提醒过我，小聪明这东西可以用，但是用多了见拙，所以我觉得呢演这么一节目挺好。郭老师，您觉得呢？今儿我没想到穿着大褂还挺顺，这是借鉴的传统相声论捧逗的框架，两个人重新调整，这个状态符合他们俩，今天就看出来了，也不着急不上火，爱怎么地怎么地了啊。当然这个有些地方还看得出来，就是传统功底有些欠缺，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他觉得要这样做是对的，但他还是没有完全掌握其中有些个技术的真谛。今天穿大褂站着说这一段，我觉得比他整个参赛这一溜下来今天是表现最好的时候，真的很可爱，很可爱，挺好。谢谢郭老师哈。刚才陈奕迅说，哎，郭丽老师要一直说呼吸感呼吸感，今天有了吗？郭丽老师，陈永泉说相声是不交流，他只顾自己往下说，就有的时候这个侯振鹏啊，他是稳稳当当的，他的节奏是个什么节奏你心里应该有数。今天这段相声确实现场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也觉得是你最松弛的一次，而且我还觉得你今天真的是和你的这个捧哏的这个侯振鹏有交流了，我看到了你的进步。谢谢，谢谢郭丽老师。还有个人评价特别重要，岳云鹏老师呀，怎么只有孙岳老师，岳云鹏老师不在了？走得早，走得早，走得早。您觉得这一段怎么样？其实我感觉其实挺好，我没想到把这个活改成这样了，结合所有的相声演员，他的模仿能力都揉到里边了，其实就是耳目一新的意思，还不错。谢谢孙岳老师。祝你们一会儿投票的时候好运，再次掌声祝福。陈应泉、侯振鹏请回到战队，掌声有请孟鹤堂、周九良。今天呢是中秋节，两位重量级的老师也来了，金飞、陈曦来给我们弄作品，我们心里边非常的感动，也非常感谢，谢谢二位老师，谢谢，真是太感谢了。不用那么感谢，因为这个节目我没法演了，你呢帮我演了以后，也是完成我们一个心愿，把这个节目带到昨天来了。他从头到尾就给我念了一下整个这个作品，我一听，哎呦，真好，正是我想要的，很符合现在年轻人去看、去理解、
可以让所有说相声的人沉思一下，想一想这么多年我们都说了什么相声。我也问你最近好不好，咱们俩到底谁不好，我不好。我们不能辜负今非晨曦把这么好的作品给我们俩，一定要有信心夺冠。哎呀，不是学你这样你就非得这样啊，我学陈印泉学我。总决赛了，嗯，每对晋级选手都想把最好的节目留在这个舞台上，都想拿到好名次。哎呦，冥思苦想，奋笔疾书、啊、干嘛呢？创作呀。啊，写段子。写。嗯，陈印泉是愁成什么样了都。就是写刚才这个表演的节目啊，嗯，给陈印泉愁的是假发都掉没了，他自己别叨去呀，啊，他自己薅他可不掉没了吗？他假发戴不住了都啊，由于谢金师爷，我们师爷啊，愁成什么样了？是啊，拿着笔在家。写不出来呀，嗯，哎呀，写不出来呀，这怎么着急呀？拿着笔扎自己，嗯嗯，我是师爷，啊，为什么我活不了？嗯，他快火了，快火了，快火，快火化了，对，知道吗？这早晚给自己处死啊！这是都着急，都着急，谁不着急呀？我也着急，我们也着急，写不出来呀。我不是写不出来，嗯，我这好段子太多，我不知道演哪个，我这。那您摘一个最好的。我觉得哪个都是最好的。哪个都是最好的？今儿我出一主意啊，今天咱们听现场所有观众朋友们的。不是什么意思？您爱听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哦，您爱看什么我们就演什么，好不好？好，咱看大屏幕。 A 孟鹤堂周九良说相声，说相声。 B 孟鹤堂周九良跳舞，选 B。 不是，您当时怎么还有跳舞啊？怎么跳？跳什么？看大屏幕啊。兄弟友情，男女爱情。您啊，咱啊，您可以了，啊，可以了。您这别起哄了，这 B 什么选项啊？啊，男女爱情。男女爱情。对呀，啊，大老爷们儿怎么跳啊？这是怎么跳啊？我来男，你跳。行。那我还挑得上吗？我那他就来女的呗。这是我挑的吗？你不是，我在这儿我也不像个女的。你不像，你那边有化妆，你去捯饬捯饬。我打扮打扮。捯饬捯饬。不是我行吗？我你行啊，加油。好家伙，早知道你们喜欢这，我跟你说吧，大褂我早就脱了。我这大褂限制了我一切的表演呐！哎呀，稍等啊！
哎，宝贝儿，哎，你怎么躺下了？哎，不是，这是什么呀？跳完了，不是你着什么急呀？哎，大伙儿满意吗？听大伙儿满意了，咱说相声，来来来，说什么相声啊？说什么相声？你们别满意的太早，后边还有更刺激的呢。哎，咱们接着选，看屏幕。行了，我也算看出来了。那个 A 呀，相声啊，就是一个装饰品，你知道吗？啊，大伙儿爱看呢。这演戏别演戏了，俩说相声演什么呀？演什么？选完你就知道了。啊 ，B， 哎，亲情，哎，爱情，悬疑，悬疑，古装，古装，动漫，这战争们，哎，啊，很好刺激，这样。这个啊，哎，这选不了了，怎么选不了？选哪个都不行。你不好选啊，我也不好选，是观众更不好选。对呀，今儿也总决赛了，咱是说相声吗？今儿咱就今儿了。什么意思啊？咱再加一选项。嗯，全选。全，咱全给他演了。全选，全选，那我演什么？你先告诉我，你随便演一个呗，除了这身什么都行。我给你挑一遍，挑一男的啊，挑一男的，男的好，男的好。年老王，住我们家隔壁。啊，我演隔壁老王，说的那个难听，王叔叔，别萌萌哒了，您就还王叔叔。我是隔壁老王，隔壁老王。那您演什么呀？你就别管我了。啊，我都不知道我演什么呢。对，什么？不是我什么时候那个说台词啊？情到深处。情到深处。弟，不是我知道你什么时候情到深处。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情到深处。不是怎么那么乱？你就看着来吧。那行，那看那开始，开始啊。为何七旬老人被推下悬崖？却无人制止呀，为何蛇蝎共处一室却安然无恙呀？又为何多名男子殴打一名妇女却让大家拍手叫好？这一切的背后难道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沦丧？什么呀？请您欣赏什么大型古装爱情玄幻伦理动画片《葫芦娃》。您啊，说那么热闹演葫芦娃。弟，葫芦娃里头有隔壁老王吗？会有的。什么叫会有？开始。啊，好。大王。哦，我终于找到你了。二娃，我也一直在找你呀。啊，妈妈最近好吗？妈妈。我们有妈妈吗？葫芦娃没有妈妈吗？那他是谁？妈妈。二大爷。嗯。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二大娘还好吗？你别管二大娘好不好。嗯，我看你最近不太好。是，我最近不好，你怎么知道？你最近好不好，你自己心里还没数吗？哼，我最近好不好，我心里当然有数。嗯，反正我看你最近不太好。明明是我问你好不好，怎么变成了你问我好不好？到底咱俩谁不好？我不好。我就你们哥俩这聊天得多长时间？这得还有四个小时。四个小时是我等不了，我得说话呀。着什么急？你着什么急？不是着急，我这半天我情到深处嘛，说情到深处嘛。那赶快快！本来这戏就乱，我也找不着头。你说这一乱的，你还你说哪儿忘了吧？不是你什么意思？还得打头来。不是你闭嘴！大王，不是，我终于找又是这词儿。你说，二娃，我一直在找你呀。哎呀，妈妈最近好。您行了，妈妈，别说了。我们有妈妈吗？可以了。那他是谁？别拿他了。二大爷，咱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咱啊，哎，我说孟哥，你为什么陷害我？呀，出新词儿了。我陷害你？那天发生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哟，你回到家里就接到了小李的电话。小李？可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小张的声音。你知道小李，小张是老李的儿子，老李偏偏又喜欢刘婶儿。刘婶儿？那老宋又算什么？怎么还有老宋啊？你们老杨不再烧锅炉了。老周说过，钱主任退休了，欧阳妹妹就是他的接班人。老李，老师，老王，接班人。你说，到底是谁杀了二大爷？我不知道，我就是个邻居。不是这里头怎么那么乱呢？王叔叔想搬家。你帮我王叔叔好不好？到底是谁杀了二大爷？不是我，王叔叔，咱们俩可打小一块长起来的。你告诉我，你跟你叔叔打小一块长起来的。那是谁杀了二大爷？难道是他吗？不是孟哥，难道是他吗？咱不演了，行了。不对呀，那是他还小啊。行了，哎嘿、哎，难道是他吗？不是，别，也不对，咱不演了，孟哥，是谁呀？醒醒，醒醒啊！不是，到底是，咱是谁？是谁杀了二大爷？别演了，咱。你给我起来，演起没完没了来了你。不是，演的不挺好的吗？什么挺好啊？今天是总决赛。你就演这个，不是人现在都那么演，人外边都那么演，咱要不那么演，咱就落后了。你醒醒吧，人家那么演，咱能那么演吗？咱小时候学的相声是这样吗？孟鹤堂、周九良练功啦！师傅，师傅，师傅来了，来了，快赶紧练功，赶紧练功，要不然又得挨打。哎呦，都是你，都是你，是我吗？就是你啊啊啊啊！咦，师傅在哪儿呢？我们不是露头，个儿太矮了，可能是。我看不着他。啊咦，心内不明，何必点灯？不孝顺父母，你是念的什么经？戒指怒深山，隐云峰受降。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县，沙城保安下花园。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部黑钢人，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珠缨飘洒，上显八宝，轮罗伞盖，花冠云长，身披锁子大爷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呆，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党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相声不是一听就会，就能行了。要从自己在艺术上的高要求的追求上，去取舍我们哪些东西能留。我们是说相声，我们不是出洋相、出怪声、超刺激这种逗乐，我们不是，我不是那样。如果再给您一次机会，您是选 A 还是选 B？ 孟鹤堂、周九良下台鞠躬。孟鹤堂今天的这个演出是他这所有戏里面是最棒的，而且他最是完全的充分发挥自己表情啊，那种感觉呀、啊，他完全的放开了。那咱们接下来就做一道选择题吧，有四个选项，因为走到这一步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共同感受都一个，感恩。四个选项，感谢郭德纲，感谢张国立，还是感谢金飞、陈曦，因为是他们把这个好作品给了你俩呀。对，还是感谢两位好哥哥，现场待会儿要为你投票的每一位观众。没有全选这个选择，我都选。这是，那也是一个错误的选项。哎，有一个问题呢，倒不是我想问，是杀进总决赛的每一对相声演员都想问。为什么金飞、陈曦就把自己压箱底的作品给了孟鹤堂、周九良？请告诉我们，为什么给小孟和九良？一，私交肯定是非常的好，要不然不可能给的。第二，真的是非常适合他们俩。我演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还得现排了三天，他还跳不利索，天生的就会跳舞，是吧？而且这个节目呢，就是恰恰适合总决赛表演，他这个气质就只能总决赛表演。然后我得特别感谢这哥俩。他把我的作品、我的梦想带上这个舞台了，所以说咱俩谁也不欠谁，是要表达这个。郭丽老师，您站队的，今天的表现有没有让您也震撼到？孟鹤堂其实我一直都在说他，我老觉得他有点那温度老差那么一点，今儿这温度全对了。嗯，谢师爷。而且这个作品，该使的都使了，该耍的也都耍了。最后玩一个大反转，又给提升了，是这段相声最有价值的东西。谢谢郭丽老师啊。郭老师，这个作品有没有也说到您心里，他最后那种感动？说相声的叫演员，演员就要有表演，我们不是说相声，我们是演相声，因为每一段相声它都是有人物的，都是两个人表演一个故事。我们老先生讲话，头上场在侧幕条后边，其实这个人物就要附体儿，并不是说我能把这词儿念下来就叫说相声，您那是闹着玩儿。所以说他们今天这个呢还不错。其实刚才开始看那个前面什么选 A 选 B， 我说这边怎么收啊，弄得这个太俗了，这典型的这是20年前综艺节目玩烂的那些东西啊。但是最后这个底才能圆回来，还升华一下，还挺好。不错，辛苦了啊！谢谢师傅，您辛苦了。谢谢郭老师。那孙悦老师，这个作品您也看了？因为郭老师跟国立叔叔都说完了，也都赞美之词都不用说了。因为刚才主持人说了要感谢，因为你师傅跟国立叔叔，你们不必须感谢的。我替你们俩感谢金飞、陈曦，因为从他们俩身上，其实咱这个节目名字能改一改，不应该叫相声有新人。相声一家人，好，对，说得好，谢谢孙悦老师。接下来可就是个犯难的事儿了，很大的惊喜，极大的突破。掌声有请陈印泉、侯振鹏。支持郭德纲老师战队。陈印泉、侯振鹏的请按1号键。
支持张国立老师战队孟鹤堂、周九良的，请按二号键。三、二、一，投票通道开启。恭喜孟鹤堂、周九良。同样，掌声也送给我们的陈映泉、侯振鹏。谢谢大家。这个歌呢，是我呀从一开始呢就选的歌，这是那个电影《环游记》的主题曲。我觉得我们所有选手在这个栏目上就每个人追自己的梦，所以用这首歌呢送给所有追梦的相声演员，希望每个人在自己的空间都实现自己的梦想。掌声送给全国四强陈映泉、侯振鹏。第一次在这舞台上穿大褂还演得这么松弛，真是长吁一口气。用这样一个节目给自己画上一个这个节目的句号，也算及格，所以很开心。最后的时刻，第一季相声有新人总冠军会是孟鹤堂、周九良还是谢金、李鹤东？有请两位。接下来两位召唤师在最后的投票表决环节，每个人手里都会有30票的投票权利，可以把30票给其中的一对相声演员，也可以把这30票分拆给到两个组合。两位召唤师的票数将和现场的31位媒体老师和现场的37位相声同行们共同投票决定，把手中的扇交到您认为是冠军的那一对相声演员的领奖桌上。第一季相声有新人的冠军到底是哪一个组合？首先请郭德纲老师、张国立老师在你们的信封上写出你们要给出的票数。有请31位媒体老师上台做出你们的决定。首先，腾讯娱乐，孟鹤堂、周九良，《新民晚报》。孟鹤堂、周九良，新浪娱乐。孟鹤堂、周九良，梨视频。孟鹤堂、周九良，爱奇艺。孟鹤堂、周九良，新娱乐在线。谢金、李鹤东，看看新闻。谢金、李鹤东，蜻蜓 FM、Easy、搜狐娱乐、南都娱乐、观察者网。谢金、李鹤东，茄子日报。谢金、李鹤东，猫扑。孟鹤堂、周九良。接下来，请接受来自同行投票支持，一共有37位，有请金飞。没谢金、李鹤东、陈曦。谢金、李鹤东、孙悦老师。谢谢了。谢金、李鹤东、姬天宇、孟鹤堂、周九良、常鹏旭、窦晨光、刘全淼、刘哲、蓝宝、龚瑞、陈映泉，请最后一位上台做出您的选择。撕了他！别！谢谢金、李鹤东。目前双方
总得票数是谢金李鹤东25票，孟鹤堂周九良43票领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郭德纲老师的这个信封，两位都来德云社，郭德纲老师会给出怎样的票数分配呢？双方15票。那国立老师如果给出的票数很悬殊的话，依然有可能会改变结果。国立老师的给出票数的确是有比分差距的，带来悬念了吧。国立老师的给出票数的确是有比分差距的，带来悬念了吧。孟鹤堂周九良16票，谢金李鹤东14票，掌声恭喜我们第一季相声有心人总冠军孟鹤堂周九良。这个结果呀，也真的挺好。哦，不，你有点太着急了。我说给他们搬了就完。有请东方卫视总监王磊青先生、黑龙江省老村长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梅景灿先生为我们总冠军孟鹤堂周九良颁奖。谢谢我们的王总，谢谢我们的梅总哈。想问梅总，因为我们这个是节目的第一季，刚才郭老师说了啊，我们节目还有第二季，对不对？让我们期待第二季，请我们的梅总，请王总入座，谢谢。最后，我们要有请这个节目的两位召唤师，也是这个节目的发起人郭德纲老师、张国立老师，来到舞台。也有请我们所有参加这个节目的相声伙伴们一起登台。最终的结束语，我觉得就应该让总冠军来发言。感谢吧，一路以来感谢所有的朋友，如果没有这些朋友一路的支持和鼓励，孟鹤堂走不到今天。孟鹤堂的能力很小，就得靠朋友帮。感谢金梅晨曦，感谢师傅还有师爷一路提携，还有感谢我的搭档，最感谢他。谢谢。咱们一起啊，相声有新人，敢想敢发声。相声不是一听就会。我是说相声，我们不是出洋相、出怪声、超刺激这种逗乐，我们不是，我不是那样。要从自己在艺术上的高要求的追求上去取舍，我们哪些东西能留？相声对我来说意义是什么？相声就是我的饭碗。知道相声不易，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放弃。
因为我爱相声，相声就是我的生命。这是天底下最难的艺术形式，相声尚未成功，同仁仍需努力。感谢新浪微博、新浪娱乐、凤凰娱乐、网易娱乐、网易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中国新闻网、达克尔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界面新闻客户端、互动百科、前程无忧、汇逛街、一点连接、哈社区、自闭玩家、超级新饭团、QQ 看点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观看节目、参与相声有心人微博互动讨论，期待您的关注。